你爸爸答应你说要包给你100万，结果这个是个空头支票，在这边有没有对爸爸喊话一下？爸爸没有关系，我会得10次金钟奖，这样就有100万。Sandy 是签约在我的经纪公司，我公司都没有抽他哎。不用跟我们讲，谁这么吵架？找我钱才对吧。